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。12月5号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发布会上表示，澳门回归20年来，内地与澳门经贸交流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，交流日益密切，合作全面发展，在贸易、投资、工程合作等方面成绩斐然。2018年，内地与澳门贸易额达到了31.6亿美元，较回归前增长了3.3倍。内地实际使用澳资12.8亿美元，较回归前增长了3.1倍。内地在澳门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25.1亿美元，较回归前增长了20.3倍。高峰介绍，2003年，内地与澳门签署了 CEPA， 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。该协议于2018年升级，已经成为具有一国两制特色、全面涵盖两地经贸合作领域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议。CEPA 实施15年来，两地在投资、贸易便利化等领域开展了务实的合作，在货物贸易领域，两地已全面实现自由化。2019年1到10月。内地与澳门两地的贸易额达到了175.9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了5.5%。在服务贸易领域，上个月两地修订了 CEPA 的服务贸易协议，在金融、法律、建筑等多个领域取消或者降低对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的准入门槛，放宽对自然人流动、跨境支付等服务贸易模式的限制措施，为澳门人士在内地执业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。高峰指出，下一步，商务部将继续与澳门特区政府密切配合，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，支持澳门更好融入新时代国家发展大局，推动澳门长期繁荣稳定。会上，在谈及 RCEP 谈判基本结束后，中国是否正酝酿加入 CPTPP， 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事时，高峰回应：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坚定支持者。同时，中方也主张建设开放透明、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。只要符合世贸组织原则，开放、包容、透明，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，我们都持积极态度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